新北市三重一处巷弄爆出了凶杀命案，43岁的女子被妈妈发现她身中多刀，倒地没了呼吸，心跳，送医不治。而警方介入侦办才发现，这名女子的丈夫设有中邪，而且传出呢，涉案的丈夫是带着不满1岁的男婴畏罪轻生，已经在北投马槽桥下被寻获了遗体。稍后我们会有进一步的报道。2、3岁小孩也抬哦，大概可能8岁到3岁小孩可能会认出他，跟我棉被了一包哦，一条人包棉被我来说，啊，这一定是来抬。躲在我们监视画面来讲的话，是非常显眼的目标啦。他非常喜欢带狗，狗在人在啦。照片中60几岁陈妈妈跟二女儿还有3岁小外孙开心合照，祖孙三人感情好。陈家二女儿帮儿子开设脸书粉专，记录下心肝宝贝成长的点点滴滴。她也经常晒恩爱，po出跟第二任丈夫张姓男子的甜蜜互动照。一家四口租了新北三重这处高级社区住在一块。妈咪，妈咪。同一个屋檐下还有一个成员，那就是陈妈妈心爱的博美狗糯米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他可是家中备受宠爱的毛小孩，看似和乐融融的幸福家庭却变了调。5月11号这天是母亲节前夕，陈妈妈的大女儿北上到妈妈家。母亲节应该是要庆祝一家欢喜团圆，但她的心情却是紧张害怕。然后这几天我跟我配偶都有一直都有来这个地方，我们都有试着按电铃，对，然后也有请警卫帮我们打上去，都没有通，就是都没有人走了，但我已经开始有点慌了，慌了手脚，站都站不稳，有身旁亲友搀扶着她。陈小姐跟妈妈感情好，不久之前还一块出去玩，她习惯每天跟妈妈通个电话彼此关心，但过去这些天怎么都找不到人。我跟我妈妈最后一次通电话是4月23，5月5号我妈妈都还有在跟我回来，但是我都没有听到她的声音。5月4号那一天我打电话过去，然后是有听到我妹妹的配偶她先生的声音。陈妈妈用讯息回复手机坏了没办法打电话，联系妹妹的回应是下班会再去关心妈妈，但陈妈妈又回讯息说会借手机打电话，可是陈小姐一直到5号的清晨迟迟都没有接到电话，6号之后甚至连妹妹也失联了。陈小姐直觉出事了，直接冲到妈妈家去找人。这一问，社区警卫说，这一户过去几乎天天叫外送，大多是陈家二女儿到1楼拿餐点。像是这一天，她拿了餐，在电梯里照镜子，奇怪了，怎么过去这些天都没点餐，也没再出现过。她平常每天都有叫很多很多，好几个时间都叫外送，就这几天都没看到。太怪了，陈小姐报警，同时找来锁匠开门。他一直在犹豫，后来他打给这个房东，然后房东说好可以，然后他才决定破门。一进去就有味道了，一开大门就有味道，屋内是当时是比较有臭味，屋内飘出浓浓味道，陈小姐心头一沉，来到妈妈的房间，同样上了锁，锁匠赶紧开锁，这门一打开，眼前的这一幕，陈小姐心都碎了。有棉被盖住，一开始以为是只有他妈妈，他又说有两个人抱着这样子，祖孙三人躺在同一张床上，身上有棉被盖住，又被捆绑，没有明显刀伤，不过男童嘴巴里被塞了毛巾，连遗体都已经腐败，警方研判死亡超过1个星期。警方搜证更发现，奇怪的是住处门窗紧闭反锁，没有破坏痕迹，屋内没有打斗迹象。2、3岁小孩也抬哦，大概可能8岁到3岁小孩可能会认出他，跟我棉被了一包哦，这奇怪大人，这不知道是什么风俗，一条人包棉被我来说，啊，这一定是来抬。如同警方怀疑熟人所为可能性高，那会是谁？
这时惊觉同住一起的张姓男子，他人呢？警方赶快调阅社区大楼的监视器。5月6号这天中午，张姓男子背着后背包，手里拖着一个粉红色的行李箱，叫了计程车到命案社区的大门口去搭车。司机看他大包小包，特地帮他打开后车厢。人上了车之后，从此失联。因为这个男生有跟妈妈借了一笔钱，借了40万，他一直收到一些奇怪的，就是贷款的催缴简讯，可是催缴的名字不是他，是那个男生的名字。然后我们就在想说，会不会是那个男生拿妈妈的名字做保人？不开心妈妈一直烦他这一部分的事情，所以也有跟妹妹吵架。陈小姐对妹妹和妹婿的状况不太清楚，倒是曾经听妈妈提过，为了钱的事情闹不愉快过。案子查到这里，警方重整事发过程。4月23号开始，大女儿说跟妈妈只剩下文字联系。30号，监视器拍下二女儿回家最后身影。5月6号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女婿张姓男子离开了社区。11号晚间，大女儿报案揭开灭门惨案。疑点重重，警方得要先找到关键人张姓男子，出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过滤，以车追人，从他搭乘的这辆计程车追踪下去，查出张姓男子从新北三重的社区上车后，一路搭到板桥车站。只见他下车之后，脸上口罩遮掩住长相，推着行李走在大厅时悠悠哉哉，态度从容。我在我们监视画面来讲的话，是非常显眼的目标啦。我们出勤在母亲节，核心价值就是放感情，感情放越深，案情越明朗。悲伤的母亲节，石春吉跟同仁们想着要帮两位妈妈和无辜的孩子讨公道。从死者爱犬糯米锁定监视器画面，加上张姓男子的粉红色大行李箱以及鲨鱼图案背包，立刻掌握行踪。张姓男子从板桥搭上高铁，目的地是前往台中站。然而人来人往，出了站之后他去了哪？专案小组分工合作，有人继续追行踪，有人直接到台中去。警方开着车来到台中之后，清晨经过了这一间紫薇宫，远景进庙祈求三官大帝和城隍爷保佑，顺利抓人。刚好看到我们这里有神明，我们有庙，他就进来拜拜。就刚好给他找到灵感，应该往哪个方向走，就可以 找到那个嫌犯，把这个案子给破了。警方手持清香虔诚拜拜，不久之后传来消息，确定张姓男子的行踪了。大批刑警来到台中西屯水南商圈这一栋大楼，这是人跟宠物共居的出租套房大楼。警方查出张姓男子5月10号跟房东签了1年约，租了一房一厅，月租金17500的套房。警方不动声色来到套房外埋伏，远远就听到了狗叫声的部分。其实我们去找他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很害怕狗会叫了。狗叫了，我们就有暴露的风险了。但是因为这个关系人，他非常喜欢带狗。说在带狗的情况下，狗在人在了。讲实在，就狗在人在了。说如果听到狗叫声，就增加我们专案小组的信心了。狗在人在，警方冲进屋里抓人。叫什么名字？什么名字？小孙子，四名刑警压制住张姓男子，当时糯米吓得蜷缩在房间内，一并被警方带回。找他租第二天了，然后就警察找他，要请他帮他开门。看我这看到手铐了，警察我帮他抱一只狗，他们上不同台车。被带回警局，张姓男子手中紧紧抱着糯米，形影不离。于案发17个小时内，迅速将重要关系人张兰查缉到案。现在在台中抓他的时候，对嫌犯的态度跟表现出来是很淡定吗？他没有什么反应。涉嫌三死灭门惨案，大批媒体包围下，张姓男子直挺挺的，没有像一般杀人犯被抓之后的低头或是沉思。传闻当警方问起他杀了人后这些天做了些什么事，他冷冷回答道：“思考人生方向。”对岳母、太太跟妻子的死，却是异常冷静。警方说一句，他回十句，根本没有把三条人命放在心上。对被害人、对家属，一句道歉
都没有。在警局里，便当照吃，水照喝，他居然透露早就不想活了。要是重来一次，他照样会狠心下毒手。如此冷血至极，警方感受不到他一丝悔意。